太多了。我完成的，因为我这个月训练量增加，所以我的蛋白质跟碳水也要增加，所以我下面有紫米饭，然后除了一个鸡腿排之外，还加了一颗水煮蛋，希望可以帮助我运动更有能量。
大家早安。最近在思考这频道的1000人订阅有没有要拍什么 QA 或者是什么 50 facts about me， 但我觉得我好无趣哦，就是想不知道可以拍些什么。如果大家有想问的、好奇的，再帮我留言。我现在如果下班去运动，我就会穿着运动的衣服到公司，然后下班就直接去，就没有回家，就是比较省时间，比较有效率，早点结束，早点回家，这样子。我发现就是运动的频率、时间增加，好困哦！我每天都蛮早睡，大概12点就很想睡觉，可能是身体还在适应那个强度这样子。然后我的饮食，蛋白质跟碳水也要跟着增加。最近又到了比较悠哉的月中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，那就跟着我去吃午餐吧，拜拜。我的鸡腿，微微的辣，好吃。